在呢是在卡塔尔多哈的一个地标性建筑，大家可以看啊，这就是著名的珍珠岛。为什么它叫珍珠岛呢？这个卡塔尔其实自古以来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特产，一般在这个港口就是往往是渔民出海去捞珠的地方。大家可以看后边就是这所谓的一条条渔船，这个正是他们自古以来卡塔尔人民呢去捞珍珠的地方。同时呢，这是现在呢也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们多哈这个标志前面呢，有很多球迷来自世界各国的。